即雖然係唱咗，我係1987年出道，啲死到鬼嘅真係。咁唱咗咁多年咧，即係開咗咁多個 show 啦。咁但係都依然係即係聽到你哋呢啲聲咧，係喺我喺後台都本來都數緊去換衫，但係都確實係真係感動嘅，都係要走翻出嚟嘅。容許我買少少廣告啦，即係可能今日個 show 比較短啲啦，咁就未必唱得曬我所有嘅大家心目中聽過嘅歌。咁預告一下，我5月份咧香港咧有演唱會嘅。大家如果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飛嚟睇，因為我哋今次咧就會同香港管弦樂團，我們這次會跟香港嘅管弦樂團合作，我有。幾十人嘅大樂隊，咁你知我嗰啲歌，即係嗰啲頭先你聽到葉冠宣啊，大樂隊之後聽啊，或者紅人嗰啲歌，即係如果喺啲古典樂裏邊嘅受會，應該幾好聽嘅。OK， 我歡迎你哋，如果有興趣嘅嚟，或者嗌埋呢啲朋友嚟，如果你唔嚟都冇所謂，我下次再嚟呢度。OK， 喺香港咁多好嘢食，咁我下陣做完商業食先。炒蟹啊 ！I like， 就不炒。今天好像整个 rundown 里面都没有一首国语的歌曲，所以作为在 encore 的部分，我希望可以送给大家一首国语的歌曲。